反正守住这根杆杆，不然等一下就倒了，风好大。开车。待会大家应该不要生气，不要打。超低能，他刚刚狂弄屁声。但是他一直在下面，感觉特别奇怪。对啊，在下面有很大的风。聪明哎，戴太阳眼镜，偶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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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最早就不会被发现。这个风不行，我的头发，快拍我们，快拍我们，帮我们拍照。收银师，哎，帮我看一下那个麦收银好像怎么样？我是感觉比较像检疫人员。哈哈哈！谢谢谢谢，不要再夸奖我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吃吃偷偷的特派员 Lin， 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当这种拍这种幕后的时候呢，这么多机器的时候，要怎么让大家的影片同步呢？这个哎，这东西叫什么？这快没电了。这东西叫打板。就是当很多机器的时候，你要同步在一起的时候，就需要这个有一个声音的标记。后置的时候就会比较方便，把所有的画面叠在一起，剪的时候比较方便。等下示范一下打板给大家看。哎，麻烦掌机哦。Camera。哎，等一下，声音有点熟悉。我是韩国人。Camera， stop， 三支一 ，take four。刚那位是不是有点？现在几点？我们从早上的10:30拍到现在，已经来到将近5点了。我们终于来到最后一个镜头了。最后镜头要干嘛？制片要先惩罚。对，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现在状况如何。现在从早上拍到现在，你觉得状况如何？我觉得很赞啊。那你肚子会不会饿？蛮饿的，因为你都没吃到啊。我知道。我有啦，我有自告奋勇吃了几道，但是我有点就是胃开了的感觉。那你有吃饱吗？哦，超饱，现在超饿。穿这个再跳，再唱一次澎湖湾。我的背快裂开了。辛苦你们了，你们可以把衣服脱掉，谢谢你们。好，这次有办法穿了。